大家好，今天干嘛？今天是谁的生日？我的生日，是我的生日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赵小棠的生日，然后我离远点了，行吗？今天可以，我们今天现在不是离远，暴露出我们宿舍很脏。哦，你看你脸大的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叫上我们几个，对，叫上我们几个好朋友。好了，有一位好朋友来了，快点，我们在录开。我们在录开场白。Hello。好官方啊。我们就要去了，然后我们等会还要去接另外一个朋友，他真的妆发时间非常的久，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等了黄花菜都凉了，洗碗了，刘雨欣，那我们就吗去找他了。拜拜。天哪，刘雨欣真的他妆发时间太久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拿完蛋糕，对，我们先拿完蛋糕然后去抓他，我们先去拿蛋糕，你们走在我后面吧，这样我能拍到你们。嗨，快乐哦，梯子姐来了来了，这个是我斥巨资给他买的超贵的蛋糕。哎，我不对，我这两个是，我这个是留给你们吃的。你拿过去吧。哦，对，他说我们啥时候？我跟你说，哦，我又没给你吃，他没办法，他不来的。那种卡我给你带走了。行，谢谢。走，宝贝们，走。走吧。孔雪儿，怎么落了一个人？孔雪儿，孔雪儿，你在哪儿？我进去把那位大姐。没有电，我这个电池没有电。我就跟你说得有电。没有电。记录，我们现在先在宿舍用这个记录。同学戴口罩，我觉得我忘了。记录颜值比我低的人群们的一天。哎，怎么一片混乱今天？哎呀，超帅，别看了，因为我没有对焦成这个过程。能成功？哎，我们在等车的时候，他知道的。他知道咱们要去。啊。啊，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不是假装不知道吧？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赵小棠的拍摄的地方。哎，在那边，丁丁，停哪里？我来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了，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外面了。看看开心的同学们，开心吗？被发现了吗？什么被发现了？你刚刚不是说害怕？来这儿。哇哦，还不错啊，我们两个，怎么有人乱入？啊，这是谁？是谁？什么？哎呦，乱入的安琪。你慢点，你别看旁边这么跳，怕就倒了。相信我，不会的。然后怕。我要空姐，你别老怕。我总觉得他已经知道了。他没事了，我们就是一个仪式感。你轻一点，你拆的寿星全都知道了。嗯。我觉得我们再拆一会儿，它就要出来了。三二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好，你这个太娘了，太娘了，好了，我选了。